姑姑真的最近真的是很想翻身，很想翻身，来翻身，这里这里，你叫狗来来来，啊？喂喂喂，叫狗啊？这里呀，姑姑，翻过来呀，翻过来呀，翻身，翻身，一二翻。我发现你要在那个角度。你要在这个角度刚好，他就是需要侧身才看得到你，然后他就很努力的要侧身看到你的感觉。不不啊！哦，谁叫你？谁叫你？啊！哦，要翻过来了，要翻过来了，哇！如果翻身，翻身，你翻过来，翻身，翻身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翻翻翻过来，赶快，赶快翻过来。哎呦，你在看朋友啊？来，翻身，喂喂，扭腰摆臀翻一下，翻一下，像神经病。哦，哦，哦，布布，布布呀，布布，布布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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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在看大象哦？你在看大象好朋友哦？可是大象长得有点丑。嗯，看你的梅花鹿好朋友，梅花鹿好朋友在这边等你哦。不要太远。不要。梅花鹿好朋友在这里等你啊！赶快翻过来呀！翻过来。你就可以，嗯，咚，抓到我喽！嘿嘿，赶快耶，翻身了！我觉得他真的很想翻身，最近，自从那天出场那个趴着，然后倒过去以后，他就忽然抓到了一种秘诀的感觉。哪有秘？就是让身体变成侧着的秘诀。他还翻不过去，你看他现在都可以整个侧过来了，咔蹭都已经离地了。哦，哦，因为那个上面有一个婴儿。好的，那就期待布布赶快翻身，然后能够把他第一次翻身记录起来哟。然后帮你拍一个那个有后置的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哎呦，好了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，布布，拜拜。